被锁在护士小姐姐姐喝酒时，酒不小心洒在她身上，她说洗完澡继续喝。你快点洗啊，我着急。这是文集，那咱们进来一起洗。喂，不是，我说我着急喝酒。哎，你别撩我啊，在这。我就说你属于老实巴交那种人吧。快，一首歌的时间。什么歌？相见恨晚吗？ 再见是陌生人，实话真话。不是干啥呀？快点！你别跟我说了你。哎，你别逗我啊！我肯定是不会进去的。快点！我已经进，我害怕。那这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！你啥事啊？你咋还穿着衣服呢？ 我这不穿衣服能让你进来呀、啊？不是，你穿衣服你让我进来干什么呀？那墙上有个大蜘蛛。你怕那个东西干嘛呀？万一你快去在你后面给我弄掉。我弄不了，我要是不在你家，对吧？你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要自己进去。别出来啊！你自己解决啊！锻炼一下胆量。快点，你快过来给我弄掉。我也害怕。 有人来我接电闸，我胳膊把手电打开。你别紧张哥，没事啊，只是停电而已，好吧？那咋办？我澡还没洗完呢。嗯，不行，去我家。啊，不好吧？